哎呦，再一次看到果果去喝奶了，嘿嘿，果果这个奶是不是好喝呀？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，你妈妈喝奶啦。果果偶尔还去喝次奶，也可看出这个奶确实他们比较喜欢，而且楼上大猫。之前奶都不太喝了，一两只喝，完了换了这个奶，楼上大猫七八只都喝。苗苗，苗苗，苗小苗，金苗苗，玩玩具去吧，那是猫，前面是玩具啊。果果，嘿嘿，对你俩一人占一面儿，谁转起来谁都能碰一下，对不？你这小猫碰不着，它主动出击才碰到。就在金疙瘩的胸口呢，一个劲儿忽悠，一个劲儿扇，把胡须毛都扇乱了。在那儿呢，在那儿呢。让小猫，让小猫玩两下啊！你瞅你脑袋呀，像大铅块子似发现金疙瘩一抓的时候，脑袋、脖子啊都跟着动弹。你瞅，你这么看金疙瘩，它多胖啊！浑身全是脑袋、脖子。来，松开疙瘩。哎呦我去！别说你那小胖腿儿，还出手还挺快呀！对，从你金疙瘩舅舅手里夺过来啊！别跟你金疙瘩舅舅学那些不好的，还咬他，还想咬坏呀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嘿嘿，金苗苗和金疙瘩，他俩关系越来越好了。现在他俩是在陪玩呢，也不知道是谁陪着谁玩呢。你瞅，看那看金疙瘩这样，像是陪金苗苗在玩。因为陪玩的嘛，不用全身心的付出，在那懒洋洋的一躺，起，哎，你俩玩你俩的吧啊，
我去楼上看看大帽去。